预售，大阪中大阪最便宜的超市，所以很多人啊来探过饮一下，就买啲嘢，买啲轻手嘅嘢咯。都咩啊？都咩？啊，你喂，supermarket， 听说这间的 supermarket 卖的东西很便宜。到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去看看好了。哇，洋葱198，日本番薯98，哇，好漂亮的红萝卜，98。看看呢，就是看。看我的番茄，178，两个。咖喱，这个总监配咖喱，买这个，试试看是他们的全聚德，买 coffee only 100块。买咖啡。哇，这是黑茶啊。唔系啊，呢个系茶之饭啊。茶之饭。买咗咩咖啡啦，鲜鱼啦，又系鲜鱼啦，番茄啦，姜。就系咁啦。851元。东西真的蛮多便宜的，端好了吗？我分啲即系冻得嘅嘢，西嗰边冻嘢西嗰边咯。等一下可以拿起来喝。开咩？你想开边个？喝那个乳酸菌。呢、這个啦，一系先，呢个冇羹噶。哎呀，同佢攞，这个真的好像蛮好喝。这里更便宜，几瓶就19。是不是这样啊？是啊。唉，昨晚如果来的话你也得吃的。这间买就行了，就这样。狂酒。哇，这个88超值。